好普通嘅呢个成绩，第二场又系千四米，得三只马赢过嘅就系四号、六号、十号，最叻第三就系十一，即系四、六、十、十一系有啲赛绩咁解啦。得一只马跑得好嘅就上次就系劲 fit 一号仔，一号仔系苏兆辉。咁而家一号仔啱啱行过咗。上次第三的前次第七是这只马成绩比较好一点，再数下去就去第五第六那些，即是好像创高峰十号仔那些，十号仔。现在看看这个四号呢，就是潘顿现在变了三倍而已，神州时代四号，神州时代看着这一只四号仔呢，就是赢过本路程，上次不过跑第十，就是上次成绩不好的神州时代，上次十七倍，现在又临场变了 很多飞，潘顿这些這的形势真的要留意，真的好听下这个主持怎么讲。他的情绪啊，各件事都还是有改善的空间，经常都是揈得很紧要，还有都是不掌握的这些马。嗯，有啲好似陪陪回回咁咯，上次上一里谷草又叫冇输咁，底八码多啊，叫又输冇咁远咯，最近。好啦，咁啊，全程路通嘅九号。上次我自己都睇住佢点跑噶啦，嗰场泥地，因为佢赛前泥闸试得都唔曳。其實今次賽前嗰伏谷閘亦都試得好啊，過終點佢走咗滿貫彎之後咧，都仲肯加速嘅。佢增程千四咧，對於佢嚟講應該係正面嘅呢啲馬。好啦，創高峰。上次如果你齋睇佢個表現，其實就唔曳啊，因為早段啲步速亦都偏快啊，食住即係啲順風，咁翻嚟迎頭風咧，佢翻到嚟散唔曬嘅，即係以大頭嗰幾隻嚟計咧。嗰只田泰安咧就係、是、上次第五。就入不到位置，但是一号就入了位置，但是都是数到下去都不差的了。他这只创高峰十号仔，上次第五，前次第十。十一号的真感啊，今天就找钟奕丽，所以他减磅，他副磅是轻飘飘的。不过这些马很大粒，很粗身，都要散喐他的。十一月中也曾经停过啲功夫了，所以为什么隔了两个月都没有跑啊？这只马。三号啊，神日金刚，冇啊，即系睇走势都一啲嘢睇都冇。今次试下加眼罩咯，即系马房好多呢样类型马。系啊，即系左试右试咁啦吓。嗱，又睇完啲马啦，又提下大家今日 jackpot 啦，三 T 咧，估计十蚊一注独中，彩金可以达到1800万嘅。四号、十号行圈靓嘅，咁我就拣十啦。王晶头唔系呢个王志康啊，王志康拣田泰安咯，上次跑第五嘅田泰安十号，上次第五，前次第十，蔡俊佳要四号，一号要潘顿啦，神州时代，王晶头就二号、九号啊，散晒嘅，唔聚焦嘅真系，黄色 V。游戏人间五号仔潘明辉，诶，苏兆辉跑十一场，我真系点都要执翻啲啦。K 姐要二号、四号，又系要潘顿啊，要啊。二号系咩嚟噶？纳德奥，上次十二，前次第五。而家见到呢七号仔波波仔就系班德礼。非凡膽色啊，叫做上次第八，前次第四，前次好过上次啦。街砖红黄就嘅咧，就系游戏人间。游戏人间潘明辉，车间有苗头，有苗头系黄俊。Jenny 要十号、一号、四号啊，都系要拣呢个田泰安啊，咁劲啊，真系。即系如果有啲飞数嘅马咧，十号、十一号都好多人关注嘅。十号、十一号，一个七倍，一个十一倍。我要一号、四号，我要一号、四号，我买苏兆辉啊！重磅啊，重磅啦，真系。
二號仔而家見到呢只棋盤咁嘅三嘅就係納德奧有飛啊！二號仔11倍，上次係30幾倍啊！姚明倫而家換咗梁家俊就多咗。斜間綠色就係添有雲，上次第6，前次第9，又係未上過位置喎，但係又唔係好遠咁啊！即係12號咧，呢只叫做有型有福，上次第6，前次11。又是没有位置派彩的，但是又不是很远的，真的。这些镜头呢就过了就没有了，电视都找不到的了。那就录下去先。蓝色 V, 13号仔神日金刚好厚的，次次都跑好厚。黄之康要10号，要田泰安，很多人买田泰安在这里。12号有型有福霍宏星。黄色曲线斜间绿色就是添有云棋盘的色就是纳德奥看晒了蔡俊佳要4号1号我要1号4号我调转了真的我要4号就是这只直间明显比上次热的上次10几倍跑得不好的跑第10的神州时代10号仔直间黄蓝直间10号仔就是创高峰田泰安这只马很多人关注越来越多人关注最冷门的就是13 8 70几倍13号千几蚊 13 85而去到3号这些3号9号13 8 5 3 9咁，即系冷门啦，冷门都已经去咗5只，几十倍。多人关注嘅咧就系4号、1号、10号、11号，系呢几只啦。但系啲闸又冇咩好明显嘅进步咯。试下另一组嘅5班1400米，成为热门系继续都系潘顿啦，神州时代。佢都浸浸嚟喎，啲票數話落到得翻3倍，今日睇下可唔可以幫馬房破翻個滿局啦？啊，咪星空啊！呢只神州時代啊，係啦，好四號馬再熱啲添啊！臨尾11叫做少少有飛，全部馬不準備妥當第二場賽事，5班1400，大熱係4，黃旗舉。好，你一起步非凡膽色咧就慢咗啊！前面快噶嘛，神州時代快啦，咁啊慢慢留翻住啦。咁啊見到外邊有苗頭，出邊有型有福大外檔嗰只咧就創高峰搶啊！第5位納德奧啦，內欄第6咧仲有雲內多寶啊，第7位綠色衫咧就添有雲啦，再俾有全程路通好馬好馬，勁 fit 相當唔規矩，騰咗內尾4啊，真敢過咗佢。後邊3匹馬神日金剛啦，黃衫遊戲人間啦，黑衫白帽係非凡膽色嚟噶。轉呢個香港體育院運啊，前面放頭噶嘛係有苗頭。第2位有型有福啊，守住內欄第3就是呢只神州時代啊，第4位創高峰啦，內欄第5仲有雲來多寶，第6位納德奧啊，後邊嘅馬啦，先見到有好馬好馬，綠色衫紅魔添有雲啦，再後邊全程路通啊，等入邊啊勁 fit 啦，攞出你啊神日金剛啦，尾3真感啊，尾二內欄咧就黃魔一隻遊戲人間，掟到最出黑衫係非凡膽色嚟噶，好啦，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就有型有福啊，咁啊見到慢慢攞咗平衡，神州時代。三幾個箭步已經將佢追過，咁啊埋邊位置咧，仲有呢只雲來多波原難追咗少少，出邊添有雲亦都追啲啊，中檔位置嘅馬啦，仲有納德奧啊，最後100零米啦，咁啊呢只神州時代咁啊爬爬好大步咧，已經將後邊嘅對手越跑越甩，贏出呢場賽事啊，有型有福咧就是、第2、第3名嘅馬內欄慳咗啲位啊，咁啊埋邊嗰只雲來多寶第4，出邊綠色衫係添有雲，好有機會過埋一隻創高峰添啊！咁啊，結果呢只神州時代守住個內欄第3，咁啊入彎慢慢攞出嚟中檔嘅位置，好大步啊只馬，將後邊嘅對手掟甩。好，只4號表現好啲，好好添啊！真係，我係蘇兆輝，頭嗰100米蹲一下，跟住300米又蹲一下，然後就拉停咁滯，尾二跑尾二。
呢只紫色衫呢只咧，沿途意外多到飞起，冇得讲啊！真系跑马唔知佢点解咁样啊！真系个档位又好系咪啊？劲 fit， 转咗仓添仲啊！上次入咗位置即刻转仓啊！真系布文换咗苏兆辉。哇！潘顿今日真系犀利啦，一 win 一 Q 啊！到而家全部都系上次跑得唔好嘅冷门嘅，一骑上去即刻热门，一 win 一 Q。啊！睇住佢啲红色衫啊，紫色衫嗰只苏小辉啊，有事干噶，唔知咩事啊！真系四号、十二号。啊、紫色呢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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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衫啊赢咗嘅，红色帽啊赢咗嘅，四号仔嗱呢度啊赢咗嘅，你睇苏兆辉喺呢度，你睇咩事，发生咩事，蹬一下，哦，睇到啦，咩事，又再蹬过个嘅，蹬完又再蹬嘅，系睇住佢啊，即系当你系裁判啦、啊、吓。去到呢度又等一下，冇话咩事啊！真系好啦，唔睇佢啦，睇佢呢个呢只马赢得嘅四号仔，第三转弯嘅。好啦，入直路，上嚟啦，即系。有型有福啊！呢啲叫做啊，点知潘顿上嚟两下手势过咗去咯，后边三马冇得跑啊！直头系啊，呢只马拉停咗啦，呢、這个苏兆辉喺度拉停咗啦，都唔使打啦，明显系好过后边三马噶啦，唔使睇嘅真系，即系买呢只仲好啊，买潘顿啊，赢四个马位，犀利啊，四又二分一个马位。系熱門添啊！臨尾啊，犀利啊！真係～